Bonsoir，欢迎来到晚安 V 电台。漂亮的肌肤不是无中生有，美好的身材需要持续锻炼，线条靠瑜伽，肌肤呢靠香奈儿拉提味道晚霜雕塑，一抹柔顺，延伸无限的轻盈质地。深呼吸，包覆，渗进，从双颊温柔向外延伸。用香奈儿拉提味道晚霜，雕塑出漂亮的明天。正是你在那朵玫瑰上花费的时间，才使你的玫瑰如此珍贵。睡前多做两步骤，用香奈儿味道晚霜与精粹一加一，留住最好的时光。晚安，晚安。